A la ropa, ok.下面有一个 S 加 Y 加 D 等于4的非负整数解，哎，小心哦，非负整数解是什么意思？非负整数解，非负整数解是不是就跟你的第一小题问的其实是一样的状况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放球的问题，球是不是也不能放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叫非负整数解，而且它可以等于0 ，OK 吗？所以这一题的答案跟刚才一样哦，也是15，就是 H 的。三取四哦，15，可以吗？这样，好，来再来哈，我要直接看这个焦点五哈。他说的这里我讨论的是正整数解，你不用真的去管他说哦，我要背什么背什么，不需要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那个正整数解要怎么算，翻到那个后面哈，78页半。他说将五个相同的球放入不同的三个箱子，每一箱至少得1分，哦，至少一颗球啦。所以最多哈有几种方法说，来看一下哈 ，S Y V， 我拿 S 加 Y 加 V 哈，这三个代表不同的箱子，那总共的球就是5颗，可以吗？照理讲，小姐就很勤奋要算，可是他说什么？他说每一个箱子至少要有1颗球，是不是？我要怎样？每一个箱子可以先怎样？先塞1颗球给他，我就可以确保至少有1颗，可以接受吗？知道我讲什么吗？他说至少1颗嘛，啊，你就先每一颗都放1颗就好了。所以如果全部都放1颗，那是不是这一个就会改写成什么 S prom 加 Y prom 加 V prom 是等于2？为什么变2了？因为每一个都放1颗了哦，各给1颗，各给1球，剩下2球，那是不是就变成那？重新我们再来看，那现在每个人都各给1球，确定每个都至少是正整数了，是不是又可以用非负整数解去讨论？因为接下来如果这里算出来有0，那它因为至少1颗也是正整数解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一定会比1大嘛，而且都是正整数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这一题可以把它改写成这样哦，写成 H 的32。那 H 的32怎么算？一样嘛，是不是先写成 C 3+2-1是4哦？太快，再多写一步好了。3+2-1取2，所以是 C4取2。算一下哦，43除以2，所以答案是6。这一题答案只有6种，可以吗？6种分法 ，OK， 这就是正整数解。所以第二小题的答案也一样是6种，因为它也是探讨正整数解。所以如果他今天说，哎，我这个篮子至少几颗，很简单，你就怎样，至少2颗，你就怎样，先给2颗，至少3颗。就先给3颗。那假如他说 A、B、C 3个篮子，这里至少2颗，这里至少1颗，这里至少1颗，那就给什么？先给4颗嘛，2、1、1先给就对了 ，OK 吗？不是玩笑，不是玩笑。哦，这个题目当然比较简单，还有更难的哦。可是我刚刚找了一下，好像没看到，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要找一下，应该是有啦，应该是有，只是我要找一下，因为这个。如果他没有，有点过分。今天我就一直在找这个，他有错，可是我没看到。我们讲一下，这个题目还有一种我很喜欢考法，就是偶数。他说，如果今天每一个箱子里面的球，
那当然不可能都是偶数了，因为他现在五颗，不太可能是偶数，懂为什么？所以如果他说，哎，今天我改题目哦，如果改成 S Y Z， 这三个箱子加起来总共有六颗球，然后每个箱子的球的个数是偶数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是数错吗？啊？他刚说什么？是数错？是数理科吗？是六颗哎、欸，十颗。那哎，好，没等一下，说话是当真，我觉得六颗其实就很多了。刚刚想了一下，那我们要怎么做？那偶数零有算吗？偶数有啊。如果是偶数，那当然偶数零也是偶数嘛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吗？那我们这条怎么做？很简单，这偶数的话，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方程式可以改写掉？怎么了？如果是偶数，我们都要偶数。方程式怎么改写？是不是可以把 s 改成？二 x prime， 然后等于三，加二 y prime， 加二 u prime， 等于六。哎，老师，你写这个干嘛？对呢，因为是偶数，那是不是代表它一定是个二的倍数？对啊。像它，如果今天这里我给它一，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篮子有几个？是不是有两个？懂我在讲什么吗？那你经过一个简单的约分，就等于好像在问 x prime y prime 加 v prime 等于三。这个到底是对不对啊？想想看哈、哦，假如今天有一种组合叫零一二，这符合我们实际的情况吗？当然符合。你想看，如果是零呢，代表什么？这不是代表放零颗球？哎，对，这也代表放零颗球。这个不代表放一颗球，这个代表放什么？一对球的意思，可以吗？一放进去，一乘以二是不是偶数？所以它就代表 y 有两颗球。那二呢？就两对球，所以二放进去是不是有四颗球？就变成零二四，有没有符合？当然有符合。所以偶数的话，你只要让它怎样，穷变两倍，把它约分掉，去讨论它的方法数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因为接下来这个一二零都是代表它的对几对球的意思，可以吗？那你会写奇数吗？偶数就是二嘛，那奇数嘞？奇数嘞？你可以写二 x 加一 ，OK， 二 x 减一，二 x 减一好像不太行，这减有毛病，为什么？因为减一有可能是负，懂我意思吗？要是放平，只不过可能是负，所以要用二 x 加一，可以接受吗？嗯，知道在讲什么？所以如果今天是奇数的话，哎，知道为什么不能用二 x 减一哦？因为二 x 减一，你这样写的话，如果当 x 是零，是不是有可能那颗球就变负的，对吧？可是如果你写加一，当 x 是零，是不是没一颗球？懂我意思吗？很符合，所以要写2 x 加一。所以奇偶数会写吗？要写给你吗？好，你可以补充一下，因为讲义上我刚看一下哦，画面一圈都没有看到，我连后面的讲义都没看到哦。奇数啊，这是偶数嘛？如果今天是奇数的话 ，s 加 y 加 z 等于六的题目。那现在我们每个篮子都是奇数，就变成2 x 加一加。二 y 加一，那你记得哦，你如果改写的话，你上面要加一个 prime， 那代表你的 x prime 跟 y 讨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是最初原始的篮子，那这是你后来自己假设的嘛，所以要区隔开来。二 b prime 加一，那等于六。哎，老师，这个好算吗？干，超好算。你看，一，哎，不行，这个题目出错，这个不可能达成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是不是剩三颗球？所以然后都是二的倍数，是剩三哦，不太可能哦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无解。我们要改一下题目哦，可以改成七就可以了。这样子七的话才有办法，每一个都是正整数，而且都是奇数，才有机会产生哦。一拿掉，所以是不是变成约分一下二，变成了 s prime 加 y prime 加 z prime 等于四除二，是不是变二？变成在讨论这个的问题。那你想想看，那如果今天我们假设一组，去看它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哦？可以是零一一，对吧？零一一，你把它拿回去看，零是不是二 x 加一？所以这个是一颗球的意思。这个一是不是二加一是三？一三三是一种组合，对吧？所以完全合理。有办法奇偶同时问吗？他跟你说，没有那么奇掰啊，通常是不会的。所以是有这种题目？没有，我没看过。如果奇偶同时问，应该是没有办法算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下奇一下偶，那就只能讨论。就要画树状，没有了，没有画树状，你就真的要画树状图吗？没有办法画树状图了哈。刚刚说杨博士说要用讨论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有几种哈。
是不是 h 的多少？三三余。三三嘛，那是不是三加一等于三加三减一除取三？对 ，C 五取三，哎、欸、还好 C 二三，哎、欸、只有十种，这是 C 五二，这是五乘四，哦只有十种哦，嗯，是出张图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你自己慢慢画，要画十个，而且你要小心不能画错，画错就很难。我觉得十个其实照正常人来讲就很容易出错，好不好？这是奇数跟偶数，也介绍给你。很容易出错。你想要再问其他类型？没有，没有其他的，没有其他的。快点，快点，你要问其他类型，想讲一些奇神奇。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讲，你不用教不等式的吗？不要，哎，要教，你可以教，你可以教，你可以教，要教。是我习作是有，所以我会算。那我们等遇到再说哈。干，等遇到浏览了。好，好，来，他刚刚说的是有小鱼类。小一等于的加一句，通常在几率才出现。哦，嗯，哦，干，数学老师啊，帮你讲一下，帮你讲一下，数习啊，是这是数习，哎，要讲吗？也可以讲到这个程度啊。来，那我们讲个小题目来感受一下好了。假如 s 加 y 加力小于等于三，然后都是正整数节哦，注意哦，正整数节，正整数，非负实数节。我们不要正整数，正整数太难。非负实数，非负，非负哦，非负整数解哦，非负整数就好。这个位置零，这个数字比较诡异啊！哇操，虚数就没有大小。来讲一下，没有非负实数解有无限多个，因为它可以更好。等一下，实数哎，那代表说实数没有虚数的话，那小实数到虚数，虚数比较大，负数负数率比较大。非实数的话，不就是虚数吗？非负。有道理哦。对啊，那那这个事就是啊，这不是重点，反正我们没有讨论。所以非负整数解可以是什么？它是整数，这三个都是整数 ，k 是零。那小于等于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今天有三颗球，有没有可能两颗？有没有可能一颗？所以如果今天去讨论的话，有一种方法，第一种方法是什么？先算 x 加 y 加力等于零 ，s 加 y 加力等于零。没有，你把 h 包含在那个，你把多加的那个包含在。对，你很近，我会讲吗？你敢到我讲，操！哎，要人家讲，就是说我不用。我已经问过三米了。再来讲这三个，哎，等等，这四个是不是你要算？啊，对吧？这个 y 没给算出来，最后我们把方法数加起来，这是一个方法，但很智障。但我们后来有一个比较屌的做法，就是用两三个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那我们可以把这题目改写成什么？仔细看喽，我们可以写成 s 加 y 加力加一个新的 delta，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垃圾桶的概念 delta， 然后令它等于三。哇！哎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写？我们给了一个很完美的解释。你想想看哦，这个是不是直接用 h 直接算就直接就是答案？可以接受吗 ？h 是三嘛，一看就是答案。但怎么解释？这样看，小于三。那怎样叫小于三？如果当这是零的时候，是不是代表 s 加 y 加力等于三？有没有讨论到？有。所以第一个 s 加 y 加力等于三，有讨论到。第二个，当 delta 是一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是 s 加 y 加力要等于二，就等于小于等于，全部都讨论到了，可以吗？如果你想要知道，这个就是你的补充，好不好？可以吗 ？s 加 y 加力，如果今天要小于等于的问题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找一个垃圾桶，这个 delta 出来，只要是怎样，你要少算的，那我就把那个多的票直接塞给他，是不是就等于 s 加 y 加 b 的状况，基本上全部都讨论到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题目哈，原本要算四个相加，直接改成 h 四三就是答案，可以吗？好吧，我们也补充。那还有啊，还有其他讲的嘞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那比较鸡掰的老师吼，甚至会考什么？你看这个非负整数解其实已经不太好讨论，那比较击败老师又跟你说，哎，可以算奇数吗？可以啊。都会这样说吗？可以算偶数吗？然后要算小于等于，这题目就变得很多层次，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会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。会啊，啊，可是奇偶数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，其实就很好处理了。怎么处理？塞一个人，然后怎样？两倍，两倍，两倍，这样子。
好了，你自己慢慢去。如果 x 是偶数，其他是奇数，那、啊、它会出更奇怪。自己去体会啊。那数字很大，然后什么六的倍数？不会啊，不会那么贱啊。六的倍数，六的倍数可以出，可以啊，反正除以六啊，除以六还好吧？对。啊，六的倍数可以是零吗？不行。零是不是六的倍数？是。零是任何数的倍数，所以零也算，那你要小心就好了。没有二或三的倍数，数数。我靠，二或三。应该在。没有那么贱吧？对，这个是二的倍数或三的倍数，我操！不会啦，我通常会有看过倍数的，但是没有出过什么两个的，那两个的太贱了，两个的话要排拢，谁受得了？哦，好不好？那排它难可以难得很难啊，哦，就把一些基本题型都知道。谁知道看出一考出题老师他们越进来就可能就啊。对，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八十一页，八十一页这个渡船问题，它、我忘记了，我想不出来，我有点想要再升等一个层次，可是我这边没有做任何的笔记。我怕答案会跟我之前写不一样，没差，偷袭啊！因为偷渡问题主要是渡船问题主要是因为会有超载，所以可能要扣掉零。偷渡会超载吗？但有一种更难的渡船问题是要分组分队的。举个例子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他们就是要坐在同一艘船上。懂我在讲什么？要死一起死。夫妻不是要死，夫妻一定要一起坐，懂我意思吗？不要搭。我不要答不行、哦、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讨论看看、哦、看你有没有这么猛、哦、来例题一，他说渡船三艘，这三艘船一样吗？一样，他没写应该是不一样啊，那就他说每艘船最多可以载几个人？六个人，请问七个人要安全渡有几种方法？怎么猜到？哎，同学你冷静，你想说船一不一样？对，那到底要怎么知道？一般是不一样。可是啊，不是都长得一样？等一下，我问个问题，为什么一样？因为船啊，就是一样不一样，到底为什么？我看一样不一样差很多哎。那为什么？我问你哦，假如今天啊，假如今天就六个人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分成三堆，2222，可以吗？嗯。222，假如分成三堆搭三艘船，如果船都一样，就会有差吗？就是换到我随便乱换，有差吗？不是啊，可是就三艘，为什么还讨论一不一样？又讨论一不一样。那、啊、假如今天是一个是龙舟，一个是一片叶子，哈哈，一个是三艘不一样、啊，一个只有给你根桨，你觉得一不一样？傻笑，看到我们这两个人今天就拿来给你讲，可是三艘就不一样啊。哦，哪也是这样就不一样啊，这样就不一样啊，因为排序很重要。你选到 A 船跟 B 船跟 C 船，感觉很差。A 船龙舟哦，你选到 B 船，干一片叶子，还去找木头，搞到自己做。然后另外一个拿一根桨，这种桨没有用啊，你只能干，然后轻功整钢条。所以一般船是不一样啊，你这边可以注意一下，没讲船是不一样，可以吗？我们先写一个，补一个基本题哦。假如今天第零小题好了吧，第零小题，假如六人渡船，渡哎、欸、是渡船还是渡河？渡河哦，渡船，你他妈六个人去渡河，你他妈渡船还要吵得超重要，来六个人去渡河，那是船有三艘，船不一样哦，再次声明，那请问方法数有多少？好，你想一个问题，我说过排列组合都要先想什么东西被用完。是人都要过去，还是每艘船都要有人搭？当然是人都要过去。但是人要过去，所以谁要用完？当然是人要用完。人要用完，对不对？船不，船不一样，人一样吗？人也不一样，不同。没有啊，看不同。不同分不同，不一样啊。是位权，哦，是位权。位权，位权。那我们稍微想一下，位权是什么意思？位权没有分完的叫做船，对吧？对。不一定分完的叫船。所以是三圈六个人要渡叫六次方。老师真的吗？我们可以试着再解释看看为什么是位圈。以后不同分不同要有个 sense， 基本上就是位圈，除非是九就不一样哦，比较特别哦。来三六，那我们试着解释看看哦，有六个人可以吗？然后有三艘船，哦船哦，不知道随便乱画。来看。这是这一个第一号人，他有几个选择可以搭船？嗯，因为每个人都用完啊，因为用完的你就要从他开始讨论，之后要讲什么，因为我要把它分配下去，一定要用完，可以吗？所以是不是他有一二三三个选择？好，我这写一二三，是
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三个选择？二号第二个同志是不是也有三个选择？所以每一个都有三个选择，有六个人是不是三个六次方？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嗯，我一定要给你的经验，拜托求求你。如果真的今天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先看谁用完，排列组合就是这样，先看用完的，用完的从他开始讨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用完，所以要从他开始分配，很简单。对啊，我刚才想到的是就是把它分成六个零个，然后五个一个。对啊，我们等一下要这样讨论啊，因为会有例外。可是这样不是很多吗？哦，他会有例外。你说的那个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做法，很类似，但是因为如果六的话，会不会有人没有办法过？不行，不会啊。哎，不，没有人会有安全疑虑吧？因为大家都可以过，因为最多可以做六个人，所以随意分配有差吗？没差，没差，所以就三个就知道，这个没问题。那如果今天是七个人来，我们第一小题来了，今天是七个人就岔赛，谁会出事？那老师我会啊，七个人是不是一样三的七次方全部分配下去？但是有人要死掉了，谁要死掉了？谁要死掉了？都算你。那如果今天七个人都做同一艘船，你会不会死掉？不会不会，不是我不是太需要的，才多一个人，然后这样。所以没有我的意思，任意分配，那有些不合理嘛，不可能叫所有人都做同一艘船嘛。因为三的七次方有没有包含七个人做同一艘？有有，所以你是不是要减掉 C 三一？哎，这 C 三一是什么？就是三艘船，我任取一艘船出来，那那一艘船的状态是什么 ？C 六取一，叫七一零。那艘船写错，不好意思，七零零，就是三艘船嘛。你选一艘出来怎样？塞七个人结束。那老师，那这后面两个零，那两个零有差吗？啊，就没有零要分配，要分配个屁。好，再来，还有没有其他状况？那老师，六一零有没有可能？哎，六一零有没有危险？不会，没有，所以答案就这样。为什么我不用乘 C 七取七？那 C 七取七不是一吗？可是你这样写出来会比较好。不会，因为七个 C 三一就是什么选三艘船里面选一个。哦，我不用选人啊。哦，你要写 C 七啊？可以可以，你开心就好。因为我想说七个人全部都要，就直接丢进去就好了。我就不用再特别说，哦，我要选个 C 七取七，这很智障。七个人选七个人有几种？哦，只有一种，对不对？哦，很直觉，所以我就选船，然后把七个人塞进去，这样就比较简单，好不好？不要刻意一定要写，除非有真的要选才选。可是这样检查是比较快，随便你啊，你开心就好。你还可以写减三诶，你开心就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第一小题答案。那老师你为什么不算？因为数字有点大了。改。好，那我帮你算，二一八十，好，二一八十。先讲，不要给我画树状图。谁给我渡船画树状图？2180。因为渡船问题基本上都是破千的，你不要给我再画树状图了。可是，但这就是第一题啦。然后来，这是第一题。来，第二题的答案，来继续喽。接着，那今天有八个人要渡船，那你应该有想到，八个人渡船是不是也有怎样？也有意外的状况。那我一样是用反面去扣哦，因为正面算太多了，正面算你要算什么？是不是很多种组合，一个一个加？那可不可以正面？可以哦，尤文杰刚刚方法是可以的哦。可是你要想正面有几种，我们写给你看。像七个人就很麻烦哦。你可不可以什么六一零？你可不可以五二什么五二零？然后什么4421？点点点点点，是不是有很多种可以合理的七人渡船？那你看你每一个七人渡船，哎，你看六一零要怎么分配？是不是要写作什么七个九六个？然后取一个，对不对？还要写什么？五二零是七个取五个，然后两个取两个，然后以此类推，是不是要写很多个？对。然后把它全部加起来，你觉得哪个简单？所以这个时候正面太多了，不适用。可是加起来，我要告诉你，它是对的哦，它是对的哦。你说老师为什么不加？你自己加。如果今天它是三个，我就加给你看。可它今天是七个，你自己加，可以吗？真的会对哦，是真的会对哦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我要继续讲哈、哦，这是正面，那是反面。来，三的八次方哦，那再来，什么时候会出意外？啊，就是八个人同船啊，八个人同船怎么同？是不是先选船，对不对？那八个人全部塞给他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还有什么也是例外？还有啊，七个人也会死掉啊。七个人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七减哦七一零，对不对？有一烧一个人。那我们怎么选？来一样哦，这个时候就要选人，这个时候才要选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谁坐在那上要死掉的人，
要死掉的那个船上没有查完。想想看啊，我们选为什么要选七个人出来？因为当你是七个人那其中一个，感觉不一样啊。你那船过去就要下去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要选人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先怎样？从八个人里面选七个人去死，然后再从剩下的一个人里面哦，就是坐单艘船，可以吗？哦，那我爽了，单艘。对啊，是单艘啊。太爽了，单艘去。为什么我们用 C3 取热？哦，什么 C3 取热？就是 C8。我还没写完啊，刚刚这个选人，啊，选我人玩要选什么？船。选船，就这样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算全部反而是用位权？位权。哦，哪个全部？就是。啊，刚刚不是还解释过靠腰嘞？看，我还是有点卡。来，没关系，你卡到你，我们再讲一次啊。来，全这个看，宝贝，看好了，那里，哦。刚才说为什么用位权，因为它是不同分不同问题。你说真的吗？我们要怎么讨论？很简单，当你不相信的时候，我们用最基础的方法，什么东西会用完？是人都要过去还是船都要过去？人，人，所以我们从人开始做分配。人有几个？六个。船有几艘？是不是三艘？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想嘛，要从人开始分配，每个人有几个选择？三个。那下一个人有几个选择？三个。那有几个三？欸，要怎么讲？就是要用位权之后怎么看？啊，刚讲了，你不行，就是从最基本看，判断哦，对，这是位权嘛，对吧？这是三个六次方。对。那要用位权什么时候用？当是不同分给不同的时候，就是位权。当然，不同分给不同。对，不同东西分给不同东西的时候，主要是它可以重复的去坐船，它是重复的排列。首先顺序很重要，因为都是不同的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一有没有可能这个？有没有可能这个？有没有可能这个？有，对不对？它每一个都可以重复吗？对啊。对，这就是重复的排列。可是这样想，我觉得不容易。所以不要自私化背单词，不同分给不同位权。那再不行，用定义出发。哎，你真的去写写看，稍微想一下，哪个先用完就哪个去分配，哦，都可以。还有再不行。再不行，干速算不算了，就下一个了。这个速速你给他忘记了，218cc。哎，我们班长就是全部都速壮啊。来来，你不要挑战俊宏的实力，才不要管他。他不会速，干得了会速的。C 八，干你们亚洲速壮 ，C 八七六三，超会速。干他妈亚洲速壮，我们每次跟他们聊数学的时候，哎，要不要去问俊宏？就是要不要去问俊宏？你想要学速壮，好啊，你去问。我想做，什么都叫你写速壮。真的，看他媒体就说，哎，来，我们先画个速壮图。他教他 HR， 人家先画，教画给你看。然后到后面速壮不爽的话，就直接开始写 C 跟 P， 看他们搞得像宗教一样，反正就相信他。骂邪教。然后这边我开始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是选人哦，我们先选哪两堆人哦，选人。那再来选船吧。C32，但是要小心哦。这里写 C 其实比较不好，这里其实应该要直接告诉你用 P 比较好，因为我最后还要乘二阶，但是我想要用 P 可以吗？为什么用 P？ 我干，我没有乘二阶。你想想看哦，为什么要乘二阶？你想想看哦，你在选船的过程之中，你选出两艘船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两艘船，给他跟给他有差吗？有吧？要做一个排序的动作吧。我刚刚最后讲，你坐在那个七个人的船，跟坐在一个人的船，感觉一样吗？没有一个人要沉，啊，不是七个人要沉，七个人要沉，七个人的那一艘船要沉。所以其实如果写 C 的话，好了，我写 C 了。如果你写 C 的话是 C32， 选船之后呢乘以二阶，为什么要乘以二阶？因为那一艘船看谁要坐嘛，对不对？要有个排序的动作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选船，等一下我再，等一下我再讲这个选船。好，首先选人。跟选船是独立的，可以接受吧？我们先选出两堆人 ，OK 吗？嗯。选人跟选船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根本就又没有排序，我都是用 C 秒差。好，来再来 ，C32 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三艘船里面我选两艘船出来，可以吗？那有没有可能是 A、B， 也可能是 A、C 啊？假如我们选这两艘船，那为什么要二阶？很简单，请问 A 船，然后七个人一个人跟 C 船。一个人上七个人有差吗？有，有差吗？是 C 船沉了还是 A 船沉了？有没有差？有，感觉不一样。有，没有，到底是哪一艘船要沉？有差吧？七个人，对，是不同的。
我们把它视作不同嘛，除非船一样，那我们当然分不出来。可是现在船刚讲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最后要乘以二阶。这个二阶指的就是这个状况，可以接受吗？你不行，你就把它写出来。严总，你这里会习惯选船部跟写 P 啊？对，我会写 P 啦。可是今天刚刚不小心写 C 了，所以我就用 C 了。那为什么选 P？ 那选 P 是因为那个排序很重要，可以吗？哦，不要写错哦 ，A C B。那九个人的话怎么算？啊，九个人也一样啊，九零零、八一零、七二零，还有七一一。七二零七。九个人可以七一吗？七有三个，八有两个。啊，对哦，哎，八一个，八一零，八一零的那种只有一种。哦。八零。八零一、八一零都一样啊，那只是乘。这个是不是？那是不是我们排列不一样？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可以吗？好，要不然我们写个九的啊？写个十的，写你妹啊！有兴趣吗？我们可以写个九。好，写十的。看你要靠腰，你这个方式，我们进阶班你没教完，你不要吵，你吵就不讲了。啊，不讲了，干。再吵，要求不足。我们写个九的好了，好不好？挑战一下哦。第三小题进步哦。如果是九人渡船哦，九人，不是渡船，渡河。渡船，渡河一样是三的九次方，但是你要减掉什么？是不是要减掉九零零？就死掉了哈。所以减掉 C 三一，这个是九零零的，再减掉什么？八一零，八一零是四个同一种哦。八零一、八一零，反正就是什么？它在排序嘛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是不是先怎样？八一零怎么选 ？P 三取二。八一零是不是要先选八个人 ？C 九个人里面选八个人出来，那还有一个人是谁？就是最后一个嘛 ，CEE， 这个动作叫什么？选人。选人，那最后那船要不要排？要。要吧。接下来要选船，就是 P 三。其实很简单，也不用 P 三了，就剩下那三个八一零要不要？要做排序，怎么排？啊？那三艘船要怎么排？一人走，谁排？谁排怎么排？乘以六。就是三阶，你可以直接写三阶就好了。知道为什么写啊？还是写三二啊？怕你不行。好 ，P 三二，这个为什么写 P 三二？跟刚才那个想法一样，就是做选船的动作，看哪两艘船要给这两个这两堆人用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你要小心哦。九个人真的很麻烦哦。九零零，我们写一下哦。九零零。然后嘞，八一零，这一样是人，这一样是船哦 ，boat， 这船 boat。好，来再下一个，真麻烦了哦，更麻烦一点，七一一跟七二零，我们先从七二零开始，可以吗？七二零是不是 C 九七，对不对？然后 C 二二，可以吗？那七二零会不会成？会。那七二零有没有一样的数字？有没有一样东西？有没有一样数字？假设七二零三个数字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如果直观一点，有些人会说哦，反正就是他们去做排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三阶，可以吗？那你想想看 ，P 三二是不是三阶？也是哦 ，P 三二是不是三乘二啊？是不是也是三阶？所以答案也是一样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这里可以接受哦，我就不写船了，我就写三阶，可以吗？不是 P 三取二不反而不是就是三乘二没有乘以一了？没有乘以一，跟答案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它表示的方式跟就啊，因为它这里指的是选船，可是你选完船那两艘选的，那最后一个会不会选？对啊。我靠，最后一个不就只剩它了？假如选 A C， 那 B 是不是就是决定最后一艘？对啊。所以它等于就是 P 三三。我们思考一下哈，这比较复杂一点。那我觉得比较直观的想法哦，可以写三阶啦，可能对你们来说比较直观，所以我想这样写哦。那再来还有一种也要扣掉，叫什么？七一一，七一很麻烦哦。七一是 C 九七，然后 C 二一 ，C 一一，对不对？哎，同学，麻烦哦。请问七一一有没有一样？我二就要除二阶，要除二阶。对啊，为什么要除二阶？哦，因为两个一样啊。因为两个一样啊。你现在是分组啊？哎，分组完之后要怎样？上船喽？上船要什么几阶？三阶啊。就三艘船。我没有想到除二阶。难哦。
要不要来个？要不要来个夫妻本是同林鸟？好不好？这是九人渡河哦。那你要小心哦，最后面这个最难，因为它有个处于二阶的动作。为什么有处于二阶？因为这里的七一一，我们先选人，然后呢，后面这两个人你分得出来吗？如果分堆，你分不出来吗？我们先分堆，所以先处于二阶。最后我们再考虑排序的问题，它要怎么排？那你们是可以说乱换吗？对不对 ？A、B、C 是不是可以乱换？就乘三阶，可以吗？哦，那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比选床还好懂，对不对？这样好像比较难懂，你要不要就写三阶就好了？可是我觉得 P 跟三阶表要讲的意思不太一样。可是我觉得三阶比较直观，因为三阶是什么？哎，写三个是数字，这人数这代表 A 传 B 传 C 传 D 是不乱换，所以三阶。嗯，对，这样比较直观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不然我出一下，你可以下次我们来讨论好了，给你回去想一下。嗯，有擦掉我干。我给你一个题目哈，假如今天我们一样七个人就好了，我们不要太难，我们先七个人就好。因为这个题目真的很烂，不是很烂，有很多种，只要七个人就好，我们先简单版。然后嘞，其中 A、B 是夫妻，他们说 again 我们就是要在一起，他们就是要坐在同一船。请问有几种渡河方法？有很多种，我看我也不知道。就是 A、B 夫妻，几个船？一样啊，三艘船啊，就是七人啊，然后 A、B 夫妻，七个人算好的，因为只有一个是例外，对不对？八个人就不太好，九个人就更不好，懂吧？这个。好，这是第一小题，这个是第一小题。在第二小题，你也可以再去思考，一样是七个人，但现在不是夫妻了，是世仇。他在这条船上干掉跟干将。所以他们就要分开的啦，渡船。那 A、C 仇人，哇操！所以是两个条件可以重叠啊？没有，我现在是讨论两种。那接下来，对第三个，如果 A、B 是夫妻 ，A、C 又是仇人，然后呢都在这里了，然后九个人好了。哇操！懂我意思吗？那这题就有点精彩了，我们可以下次来讨论好不好 ？A、B 夫妻。我时间不够你们讨论，好累哦。And AC 仇人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是共同关系人，叫谁 ？A。那也可以故意考 C 猪仇人，这不是比较简单？C 猪就比较简单，那 AC 就太难，还是我们考 C 猪好 ？C 猪比较简单。那我们先 A 猪。不要不要 ，A 是你自己那个啦 ，C 猪啦。那上面就是一样的、啊。没有仇人是要分开啊。没有，那是第三题才会重叠啊，第二小题不会。我自己想的话，这样好不好？这三题给你哈，我们下次可以帮你一起复习哈。在讲第二种题目吗？七个人在一起，然后 A、B 一定要住同床，因为他们是夫妻。还有七个人 ，C 猪是什么？仇人。还有七个人 ，A、B 是夫妻，而且 C 猪是仇人，懂我意思吗？太难，干。我们算 A、B、A、C。啊不啊，好了，算 A、B、A、C 啊。我觉得 A、B、A、C 好像简单一点。是啊，为什么？嗯，我觉得 因为合在一起之后更惨，因为合在一起之后还要考虑太多。可是 A B A C 有一个共同的原因，可能会简单一点，因为 A 是关系人，你决定 A 的位置，那 C 一定要从剩下两船去选，会比较简单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讲太多了哈，这几个分三下，我们剩四题，我们赶快把它讲一讲吧，讲完就算了，讲完就算了啊。可以，现在有忠告了，我刚刚有想讲忠告，操。好了，可是进阶班例吼就没有渡船问题那么简单，因为刚刚渡船问题我们讨论了其他的一些状况。来，范三，看班例二哈，他说一到二十有二十个数字哦，如果你会算数的话哈，有二十个数字。其中有两个数字是偶数，然后一个数字是奇数，因为我们从里面选三个，二偶一奇有几种情况？这个蛮简单的，一到二十。请问有几个偶？几个鸡？很多。刚刚我讲很多奏。Even 偶数是不是有十个？啊，对。可以吗？奇数 odd 是不是有十个？对，没错。那什么叫二偶一奇啊？干，这么最简单。从里面选两个。偶数里面选两个出来，十取二。再来从奇数里面十取一，对，这个答案。啊，这一题我就不算了。你把式列出来，你自己回家算。来，在第二小题哈，他说三个乘积是偶数，同学你想一下，什么叫三乘积为偶数？很简单，
这个比较特别，乘积是偶数，代表只要一个是偶数就可以了吧？嗯，偶一个，你也可以两个，偶偶两个，你可以什么？偶偶偶三个，对，三个，啊，就这样哦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我在写这种 a 乘 b 乘 c， 如果是一个偶数哈，那是不是代表什么 ？a or b or c 其中一个是偶数。哦哦哦。好不好？我大概随便写一下，可以吗？哦。那你可以正面做，哎，偶，偶偶，偶偶偶，然后把它加起来，这样叫做，你先算一个偶数的。两个偶数的，三个偶数的。那如果今天你用反面，可能会简单一点哦，因为正面要讨论三个，可是你反面呢，就怎样？全部减掉，都是奇数，全部都是奇数，三个都是奇，三个奇，三个奇数。好，那三个奇数你会算吗？很简单吗？全部是不是十个数字随便乱选，选三个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写错了，全部是二十个数字哈。二十个数字里面随便选三个，减掉什么呢？奇数怎样？里面选三个，对不对？反例嘛，这样是不是简单很多？哦，对吗？来，再来第三个，三数乘等差，我要这个就精彩了。三数乘等差，哎，你知道什么叫等差吗？哎，这个会考哦，别以为很简单哦。三个数乘等差，像一二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慢慢选。那一二三。你看二三四，哎，我们这样子慢慢算就算完了。哎，还有等差二、等差三、等差四。一三五，你弄这叫什么？你可以什么？一二三、一三五，还有什么？一六，对吧？一六十一，哎，你这看你要算到什么时候？懂我意思吗？那怎么办？所以绝对不要给我用树状图，也不要给我用一个一个列，列不完，好，因为一到一百这个。你可以用讨论。对我们讨论嘛，讨论也是一个一个列。等一下，等差数列，那它的公差可以是分数哦。我们不用，我们就回归等差数列。它只有一到二十个数字。对，那今天是一到两百，哎，一到两百怎么办？一到两百，那中间有那个吗？就是你，就是小数点的。没有啊。哦，等差，就选三个数字，一到两百等差，你怎么办？跟他拼啊！整节课，你知道是拼很可怕哦，因为它就算等差二，你可以选前面三个，你可以选最后面三个，你可以选中间的，那就已经弄到要死了。看好了，等差是什么意思？如果 A、B、C 乘等差 ，B 是它的什么？等差中项，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A 加 C 除以二等于 B？ 可以接受吗？哎，对，哎，对，我在说。我再讲仔细一点，也就是说 ，a 加 c 可能会是一个二的倍数。你去想嘛，什么东西加起来会是一个偶数？啊，哎，这我在讲什么？两个奇数啊，什么东西加起来？两个虚数啊，哎，对，是两个偶数啊。两个偶数也可以。所以只有两种状况。两奇或两偶。奇奇奇哦，为了你们，哦，为了可能中国刚写英文那种奇奇奇加奇嘛，或者是我们叫。所以你只要找 AC 是鸡鸡，然后听起来怪怪，然后或者 AC 加起来是偶加偶，这一集就结束了。鸡鸡会不会算？一加一。你这鸡鸡只有二哦。啊，鸡鸡有算？说你啊，开玩笑。鸡鸡怎么算？是从十个数字里面你任取两个。偶偶怎么算？是不是从十个数字里面任取两个？两个先啊，加起来就是。知道我讲什么吗？如果老师真的不会有例外吗？会不会有小数？不会哦，我们试一个给你看。从偶数里面任取两个，是不是二四？二加四除二，三，是小数吗？不会，可以吗？那这个嘞，一加三，一到三除二是二，可以吗？绝对不会有小数的状况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小数啊？其实蛮神奇的，一定不会有小数。他不是给你一到二十个数，这样说你任取两个数字相加除以二不会有小数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相加的时候已经隔开了，已经隔了二了，你懂我什么？除以二至少是一的，懂我在讲什么？所以不会有小数的状况。嗯，再讲一次哦，为什么当初会觉得相加除以二会有小数？那是因为二三相加除以二会是零点五，对不对？会有个零点五出现吗？
可是现在这个鸡鸡有可能只隔一吗？不会，至少隔二。那除以二，那个差距是不是至少是一？就全部都是正整数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小数问题的，我现在再解释一次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三数乘等差，我们要想到的是哦，那 b 就是它的等差中项。那稍微分析一下，你会发现 a 加 c 会是一个什么偶数？那偶数有两种状况，鸡鸡或偶偶嘛，可以吗？好，举下，好不好，亲爱的？那这一题 c 十取二加 c 十取二，我算出来给你哈，答案是90，因为两个都是45。十乘九除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把第三精彩的，第三就是 C 跟 P 还有排列那个分堆分组的一些合体进阶进阶对进阶合体版啊，真的这个就是进阶题了啊，这个就比较难一点，漂亮。那考试就是考这种的哈，十个人，哎，好了吗？等你们一下好了，你们可以先喝一口特上，要不要喝？我要喝花船。特上好喝吗？那个比较好喝。是吗？干嘛这样？钱不一样。刚刚也是随便，这个很贵，这个多少你知道吗？都是什么贵的？贵啊，靠腰的。我说跟我说原因是他打折时候我才买，他打折之前有一次两罐29，一罐就两罐，然后一罐29。真的？他不是一罐40？那好像对啊，这个贵，不知道贵多少。这时候又不是买那个星巴克那种东西，干那一杯100多。对啊。星巴克其实蛮黑的，他黑心公司好不好？放在十块牌子。对啊，他有没有发现星巴克他上面那个？你有没有发现星巴克的他上面？如果你去看星巴克，他后面那个都是那个什么人？黑黑的那个人。非洲人。对，我就是南非那边人。他们说哇，我们都从那边买豆子，你有发现？哇，你看拿那个豆子好像很开心没有？他就是硬铮铮，就是一种殖民统治的概念。你看他就是我统治那个人。听说不是跟 Seven 豆是一模一样吗？他们还卖。对，干这傻小啦。我觉得很可怕，有点可怕。他就是强制性的殖民哎，而且他是用低价去购买那些豆子，对啊，然后再卖到100。我那天去买 Seven 哎，他妈豆子都一样。那他卖的就是什么？卖品牌啊。对，就是卖品牌，所以这概念是什么？要有品牌。要品牌，你可以说什么？你看，假如这一支笔，如果就写什么？敢无一年，看这个蛮贵，这个蛮贵的。那就是我把它可能贴上一个标志，然后懒叫，然后假装是懒叫台篮笔，哎，然后上次去卖，哎，就很多人买。那我如果今天再把这个笔，再用一种不同的形状，就是它的外观不是一般白板笔长这样，如果我现在把它这样子画成这样子，在写台湾笔的时候，那你平常在写怎么写？这里假如没水，给你个按钮，你按一下就哎，就可以去写哇，懒叫台，是不是？其实感觉就不一样，我卖的是什么？那我可以墨水啊，比他还少。我干他墨水用垃圾牌那个直接带进去就好。懒叫牌。啊，是啊。干，你不就有创意吗？去买啊，就跟你看，来看一下，哎，我现在有就是我们登记商标，你登记商标难过，我就跟你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过你的360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天言谈如果放到网上，可能会做，还是不要讲了。哎，对，人家不知道放 YouTube， 然后被锁。上次说要抽奖，然后我说突破30人要抽奖，就后来我就跟高二、高一，然后高三的时候我演讲宣传一下，就一夕之间有突破40到38，今天我就去看，好像25，一直直接瞬间下降了。我跟你讲，为了要圈粉，我最近要抽奖，然后我要吃鳄鱼肉。我吃鳄鱼肉要拍上去了。鳄鱼肉，来，好了，我要讲地上了，来，地上。第三组，结果你鳄鱼肉真的是拿来拍那个用的吗？没有啦，我真的要吃啊！20个人住在，真的要吃哦！听说鳄鱼肉不错吃，我下次真的带来哦。谁不吃鳄鱼？我不要傻了，干！听说鳄鱼肉不错吃啊！对啊，这个是胶原蛋白，我听我爸说的。听说不错吃，舒适啊！说胶原蛋白，我想那个故事。不会舒适啊？妈，鳄鱼有毒，我干！去哪里买？我去网上订啊。等下买到我都订得到啊，靠腰，你自己去查鳄鱼肉400块钱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买到吗？安全吗？我不知道。等下买要。
哎、欸，等下买出来变狗肉吗？干，我那时候网络订他，难道你要我去那边随便去那个随便那个地方去找鳄鱼，然后出来跟他打，然后打赢他之后把他杀掉，之后再拿？对啊，不是这样啊，你不是说你打不赢？那是魔物猎人吧？魔物猎人，猎人真的从我家那个水沟旁边走出来，然后下班准备突然冲出从草丛窜出一条凯旋鳄，然后就开始跟他打，然后打赢他之后，你把他身上的皮剥下来。然后穿在身上，变鳄鱼战士，然后吃他的肉，是这样吗？哇、wow, ，这现实生活世界有点复杂。干、yeah. 你他妈又不是做阿拉斯加，超扯的。来，我看第三。刚我怎么讲？我刚刚想讲到胶原蛋白，算了。他说十个人分住一个四人房跟两，哎，注意哦，两间不同的三人房圈起来。两间不一样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这三个房间都一样。都不一样。都不一样懂为什么？有两间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有啦，三人房数的那个人数是一样，但是他的房间不一样。对，可能三个人住公寮，可能另外三个人住什么总统套房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那要住一二间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会讲。好，四三三。那你讲，我们去算的时候会把它分成这样四三三去看哦。好，任意分住则有几种方法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算一下。首先，是不是十个人先分成三堆，所以是？C 十四 ，C 六三 ，C 三三，要不要除以二阶？看你是怎么想的喽。如果你今天选的是，不管怎样，我都先除。好，那我们就先除吧。来，因为它有人数重复，我们分不出来。分组当然分不出来。好，来，我们除以二阶。那接下来房间你分不分得出来？我分得出来，不记得。哎，房间你分不分得出来？分得出来。分出来，那怎么分？就前后两间。就是老师，那是不是乘以三间？是乘以三间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是乘以三间？因为只有三个，三个对调。对，讲得很好，靠标你，但是四个人，然后抽到三个宝，两个另外一个人去死，是不是？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所以这一题有点小小的陷阱，很多人看到吧，接下来就是乘以三间，很快就乘以三，但你会发现啊，有一个人怎么样？有一个人是不能参与你们的抽签。哦，所以要乘以二。等一下啊、哦，老师，那前面例题一如果同样的话要怎么算？哪里例题？如果三艘船都同样的话，要会出现什么事？不会，三艘船不会同样。不准同样，不准同样。天哪，那同样要同样的话，只能用啊，这个以后再说。如果三艘船真的同样，那唯一分别出不同的情况就是个数不同、哦。我们只能知道，假如六个人是不是二二二？或是三三零，所以就不用 P 三取二。对，所以你只要看它的个数有几种排法就可以了。哦。因为都是一样的，我不知道谁坐在哪里。嗯。懂我意思吗？懂意思。如果三坐到 A， 现在三坐到 C， 三坐到 A， 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就看它是它的总共方。假如三个人啊，假如三个人哦，就是二一零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三个人二一零或一一一，对不对？还有零零三，来有没有其他种？有没有其他种？没有，就三种。哇，如果船一样，可船一样不会考，为什么？船，他说船，没有，他说船是第一题。他没有跟。如果真的是船一样，我跟你讲，就精彩了。他如果没有讲船有没有一样，就每一个都要列出来。他没有讲船有没有一样，所以你要问啊，都不通常考船。是问有可能两种答案。我之前排除有一题。是问有两种答案。不会，因为大家都觉得不一样，所以你不会觉得一样。所以我要跟你讲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曾经有错过类似的题目。他说火车，然后那个火车节，然后对调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、欸，火车的车厢不都一样吗？不，然后我后来就想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对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火车车厢一样吗？哎、欸，我一开始觉得一样，后来我就觉得，欸、不对啊，火车的车厢应该不一样吧？每节都不一样吧？最后答案有写排列组，可是他说，初中考卷上面写一样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这样就很有他们说，你坐在区间车上，坐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车厢都是一样的。巧，就觉得很奇怪啊！欸、我喜欢坐前面、欸，我喜欢坐后面，我感觉就不一样。就像云霄飞车，我坐在第一个跟坐在最后一个，我感觉是不太一样。差，那差很多，好不好？万一个是平的，你他妈我不管。差很多，火车突然这种，哇！看得到火车有在开。你看，有没有可能突然火车爆炸？火车爆炸的那一瞬间，车子冲出去了。欸、第一个会不会先死？不一定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你看，搞不好我坐在中间车厢比较不会容易受伤，就这种的道理。那你又想啊，哎、欸，搞不好中间车厢灭火器比较近，火车失火可以马上拿。搞不好你逃生车库比较近，我就想了一大堆解释。
就我还是没有拿到分数。因为我在高二的时候考的台理什么，也是很衰。火车的车姐啊，就跟我说大家就是一样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小尝试啊。哎，我赶快把房间交一交好不好？这时候三三可以对调哈，三人房才能对调，写一下哈，才能换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就这样，三人房才能换。好，这第一小题，我这边都没有叫你算，为什么？因为算是很基本，应该可以自己算。再来第二题哈，哇，你看来喽。A、B 本是同龄鸟，又要睡在一起的哦，感觉又有奸情。他说 A、B 要住在同一房，则有几种方法？一定要一起睡哦。一起睡，怎么睡？很简单嘛，我们画个示意图。我刚刚是不是在排篮球队的时候也有画过类似的示意图？可以吗？你可以先把 A、B 画在一起，把它绑在一起去思考。A、B 绑在一起是不是圈？但我最有两种，真的讨厌。A、B 要住在同一房，因为 A、B 也可以住在一起房，是不是可以住在四人，也可以住在三人？所以我们要讨论。那我们先让他住在几人？四人啊，好不好？我写右边好了，因为怕位置不够。所以这要讨论哦，比较麻烦一点。干，怎么那么嗨啊？对啊，到后面越来越嗨了，你会发现自己回到排除算法之后 ，P 跟 C 跟 H U 都全部都不见了。因为你不需要，我就最高境界。好，来了。第一种是什么 ？A、B 四人房，所以是不是他睡在一起，还剩下两个空位？剩下三个。我刚刚是不是有类似的画法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真正在做分堆，是不是其实要把剩下的人分成二、三、三，可以吗？那我们写喽，是剩下几个人？总共几个人？十个人，十个取两个，然后剩下的八个人。哦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应该是剩下八个，八个人取两个，六个人取三个，三个人取三个。那要不要除阶数？当然要哦，因为三三乘负除以二阶。来，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，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要不要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对换啊？请问三人跟三人的可不可以对换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二人、三人的可不可以对换？哎，不行！敢说你三个人塞到 A、B 那边，干五个人打架，五个人五 P 太多了，不行。啊、所以你可以接受。还有一个方式是四个人，所以，可有时候是可以换的哦。什么时候是可以换？哎、欸，真的很小心。A 这里是三，这里是三，这里是三，就随便乱换了。懂我在讲什么吗？然后三，所以今天三就随便换哦。五，只要小心哦。我是不是是五三三原本？对，懂我在讲吗？就随便换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什么可以换，什么不可以换，是自己要去判断，不会有人告诉你。你知道讲什么吗？嗯，请你自己小心、哦、所以可以换，但是只有这两个人换，知道？这个是哪个？是不是也是三三可换？哦，三三可换。哎，别急啊，还没算完呢，这才一种，还有第二种。第二种，来，这是第一种哦。你如果要写就写 A、B 四人房哦，四人房。那第二种呢是 A、B 三人房哦，我都把图画给你。那我希望哦，你以后也是可以都画图，因为画图是很重要一个能力。所以前面变成四个空，然后后面 A、B 可以是其中一个。我自己是不是少写？没有，少写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多画一个吧。我多画。你现在第二种情况 ，A、B 多画一个。四三三，干，我刚刚觉得怪怪的。好，来再来试试三三。可是老师，这里跟这里也没差嘛，我们到时候要换再换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怎样，会有四个人要分一组，一个人要分一组，三个人要分一组，可以接受吗？四一三，刚才你本来自己写吧，比较一样。我就想偷看他。哦，你要看你的神奇宝典。对啊，要不然每次都要算好累了。是啊，啊，应该想，对啊，可是这里吼，我想讲一下，有一些人在这里还会犯错误，有些人会觉得这 A B 可以对调，这 A B 可不可以对调？对调没有用，对调。我在讲对，会有一些常见的错误 ，A B 不用对调，为什么？那干脆住在同一个房间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懂我意思吗？你要弄就自己弄嘛，想弄就弄，那你慢慢来换啊，谁在上谁在下，不在意嘛，关我屁事，懂我意思吗？第三个人有感觉。那你
就换。你觉得有差你就换。那你刚才讨论的时候，你就要把你的论点讲出去。老师，我觉得谁上谁下，哎，我看起来不一样。你自己讲。哇，其实有的要换，你不要换，你自己不要搞错。好，来，我开始哦，四一三一样哦，八个人先取四个人，然后剩下的四个人选一个人，剩下三个人合并成三个。来，要不要除阶层？不用，因为四一三也一样数字。那要不要乘呢？可不可以换房间？可以啊。你跟谁换？看换给我看一下。可是那个啊 ，A、B 在不同房间就不一样，三个人不同房间不是要乘以二吗？没有，换的是换剩下的。不是，是他剩下的可不可以换？一三可不可以换房间？哦，不行啊。对啊，那四三可不可以换房间？不行。啊，一三可一四可以换房间吗？可以啊。你想让四个人跟 A、B 一起打太多了。六个。好，那我要开始乘答案。不用乘以二吗？再想。错答案都不一样。A B 哦，哎，为什么 A B 没有？等一下，你第二种情况不是还要乘以二吗？哎，他三个人的房间是两个不同的。对啊。啊、哦？是吗？靠，我们刚才讨论说，等下听我讲哦，我想想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两间。因为房间不一样，对啊，那不是要乘以二吗？你以为一样哦？想，好密哦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刚刚讨论是不是说是人数剩下再去看，这个人数剩下一跟三可不可以交换？可以啊，不行，但是人数真的不能交换，用房间，房间可以交换，什么意思？嗯，对啊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他最后这个二阶不是因为人数啊，这个好贱哦，这个蛮难想。可是为什么是二阶，不是乘以二？乘以二，不是乘以数是一样，可是二阶、哦。我说阶层，我就当他们去做排序。这个就像什么？这个就像 A B， 这一个是海景房，这个是靠山的，那靠山跟靠海，你先想看海，你先想看山。所以最后怎样换房间？这是一个换房间的动作，可以吗？换房间啊。哦，那为什么这边我们刚刚好像不是用换房间来解释？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可换是什么？也可以讲换房间，因为就是三个人，三个人可以这样对调嘛，对不对？可以三个人三个对调，就这样。我真的很担心，当他这里是三的时候，会有多少人写错？当这里是三的时候，你知道要乘以多少吗？你是说指甲指定阶的时候，三阶不够。对对对，当这里是三的时候，是这三个房间的人都可以这样。除以三阶乘以三，就乘以三阶，就乘以三阶。嗯，所以这三个人，这三个可以随便乱换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哦，好吧，就这样。我先确定一下。一样的。啊？房间一样就不用整了。OK， 你再跟我讲房间一样，谁再跟我讲一样，我就打。等一下，他如果数字是一样的，好，那就不用整。房间一样就跟船一样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们只能由个数去分别状况不同，对吧？假如今天三间房间三个人住，你是不是只能一一一跟二一零跟什么跟三零零，是不是就是三种？所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情况都列出来，有没有其他方法？没有，就是全部列出来。但是不会很多啊，因为它列出一个就一种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它有没有要乘什么阶数？有没有要做分配？都没有。因为我们只能由个数的不同去分别，可以吗？但你要小心，但你真的要小心，小心他人不一样，人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人不一样，我不一样吗？假如是一一，哎，这样讲啊，假如是二一零，哎，谁在一起重不重要？不重要。谁在一起重要啊？假如你那个一，假如你在这里跟，我这样讲好了。有三人同行一起睡，有一个是女生，有一个是男生。干谁睡在一起重不重要？我干很重要啊，很重要啊。假如你跟你另外一个男生两个睡在一起，那女生睡在哪？这感觉就很差。但你如果睡在这里，那两个睡一起，你的感觉很差。对，所以谁睡在一起重不重要？那零零三怎么办？对，我在讲什么？所以如果今天东西是不同，我讲。如果东西是不同的，你还要乘以阶数哦，因为还要排序，懂我意思吗？可是如果今天东西是相同的，我们就真的只要纯粹列，这是几种方法，这就是一种方法。嗯，所以我刚刚排船的人可能讲错，因为船人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还要乘以阶数，哇，真的难哦，因为排列组合就是这四种状况，一种相同相同，一种不同相同，一种是相同不同，一种是不同不同。
不同异形之道叫位权嘛。相同相同就是纯粹算个数，还有不同相同。不同相同还有相同。不同相同就是怎样？房间一样，门铺一样，那你住进去的时候记得要怎样？是不是可以人是不是可以换？哦，对。还有相同不同吗？相同不同是什么？箱子都不一样啊，球都一样丢进去啊。搞。那是不是重复组合 ？S 加 Y 加 B 等于多少？哦，太棒了。懂我意思吗？是不是很多、啊？我要整理。你知道我讲什么？相同不同是什么？球相同丢进三个不同的箱子，刚刚是不是讲？我们只看得出球的个数。一种是用完的箱子。加油喽！好吧，我们这排列组合学到后来就是会混，那我们会用一张大表格帮你整理吧。好不好？我们最后全部都交。先上，先上，上盖。哎，几点？五九分。哇，这么爽！五九分没有五啊，五零零的。我们应该可以再讲。哦，不，五点了，已经五点整了，抱歉，时间到了。不要了，再讲一题，一题就好，求你了。不是，而不是你，他们不同，相同，相同不同。哎，我今天才求你了。不要，啊，就交一题，一题很快很快。我们交了八题，我们就交例题四就好了，我们交例题四就好了。已经上完了，没有没有，例题四，我们就当这个交。网友说，哎，玉文他说，徐玉文他说他想上例题四，他又说，你问他，他讲话，他没有讲话。好，来例题四，他说六个不同来了，不同，不要吵架，来不同分给三个人，同学，这是什么分什么？三六三个六十，对，不同分不同。如果你很害怕，因为确实不同分不同会有一个例外，什么例外？酒。酒到底是怎样？因为酒酒杯倒进去的时候，有些人会觉得有相容性的问题。知道这样吗？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混合之后会产生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，那我就不好讲了。因为不同分不同，就会有例外，没关系。那我们想应该是位权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 check 一下 ，check 不会很难 check 哦。不同的球分给三个人，是不是球一定要分完？所以你就想嘛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，有六颗球，所以这个建构很重要。分给球一定要用完，分给三个人，三个人我们就编号 A、B、C。是不是每一颗球都会有几个归宿？是不是有三个归宿？就是 A 加 Y。所以确实是三的六次方，可以接受吗？所以这是第一小题的答案，三的六次方。第二题这种可以去吧？啊，第二题我们看嘛。他说：“如果每个人至少有一颗球，要怎么办？至少有一颗球怎么办 ？”H 三取三，谁说？为什么不行？因为球不一样。尖的。哇！因为球不一样。六颗都不一样。靠！你的 H 是球都一样，我乱讲哦。现在人家球都不一样，你在干什么？三小，那这题就更精彩了哈。他说，如果每个人至少得一颗球，那如果真的不会，我们就讨论嘛。那讨论怎么讨论？全部剪掉。没有，我们先不要剪，我讨厌你剪的题。那我们先算啊，每个人至少一颗，那是不是有可能一颗，有可能两颗？那锁定他的球的个数只有六颗，所以我们在讨论有没有可能一颗的时候，另外两个四颗四颗。刚刚不是总共六颗吗？哎，写错了啦！一，那如果两颗呢？两颗怎么样？两颗，哎，没有，我们先写一，还可以写一，一还有一二三嘛。零五，不能零，每个人至少一颗。哦，还有什么？一还有吗？一三二跟一二三是同一种，只是排序。所以再来是不是讨论二？二的有几个？二可以二二二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二三一。二三一是不是一二三？就是排序而已嘛，所以我们是很快的分成三堆了，可以吗？那这三堆你会不会分？不一定。是分三堆，我们要讨论方法书一样哦。六颗球里面选一颗当一，然后选一颗当五，选剩下四颗当四，要不要除？要不要除？这除加起来。要不要除？对啊，二阶。这除以二阶，再怎样？最后再每个都加起来，对，就这样。大家小心，不同分不同，要不要乘三阶？三个人，那算人不同，没事。要不要乘三阶？不要，没有。想清楚啊！这三个人没排序。要不要乘三阶？没有，没有。答案是要，为什么？啊、你想看看哦，一一四，我在讲道理给你哦，一一四。假如我们今天他是球王，我们用输来讲，输最好抢哦。一一四，然后分给三个人，你拿到 A 曼。那个拿到一本书的人是 A 曼，
然后第二个人也是拿到 A 漫，可是第三个人拿到四本 A 漫，感觉好不一样。排序行这两种。为什么要做排序？我不看 A 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哦，我们再讲一次吧。哦，是因为人的。然后我们再讲一次好了，来，其中有一个人是 A 漫，有一个人是数学课本，那有四个是国语课本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可以吧？对。那今天为什么说要做排序？因为今天当一个人拿到 A 漫，就一个人拿到数学，他交换的时候，哇！感觉 好不一样，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人不同嘛，所以要做排序。什么时候不用做排序？什么时候不用做排序？当你是丢在箱子里的时候，箱子一样，那当然不懂。对啊，不懂，这也不懂。啊，不懂，什么丢箱子又不一样？我说为什么他要做排序？因为最后排序是因为他是什么给人呢？你东西是不是先确定生成一一四，对不对？一一四是不是确保这个组合每一个至少都有一个，没错吧？我们只是分堆，那分堆除以阶数是因为如果只是用堆来，一跟一跟一是分不出来的嘛，就是同一堆嘛。那为什么最后要乘以三阶？因为最后这个动作是给分给他们，那分给他们，有的人拿四本，有人拿一本，有人拿一本，但感觉不一样，甚至那一本的超级不一样，有的拿到 A 满，有的没拿到 A 满，那怎么会一样呢 ？A 满很重要，那为什么就是 C 六取四？反而要写 C 四取四 ，C 六取四哪里？没有，那取到最后一个。你 C 六取四，然后这样子就，假如写 C 六四，然后 C 二一 C 一，两个答案是一样的。哦，你自己承认看，两个答案是一样的。那 C 六四有办法用文字上解决？你可以直接把算式写出来。怎么讲？有办法用理解把它讲？理解没有？就一样啊，一定是一样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先取跟后取，然后算出来就是一样，真的，你可以算算看，绝对是一样，绝对是一样。所以分组没有在管谁先取，反正因为他取，你看哦，我先取四个人，是不是那一瞬间也决定剩下那两个人是谁？对啊。那你先取一个人，那剩下那些人也都会被你决定，所以其实是一样，没有差。因为可以证明吗？文字没有办法，可是数学是可以，你可以随便乱写啊，你可以写什么？C N M， 然后 C N 什么什么，然后你把它往下列，把它列完，然后 C N 减 M， 然后 alpha， 然后 C N 减 M 减 alpha beta， 点点点点点，然后你把它列完，然后你发现相乘会出现可以相消，就可以结束了。哇！可是这样子真的太复杂了，就想嘛，很简单嘛，你乘乘看，发现一样，那你就可以结束。可以相消，那就很多。来，再来这个一二，这个也是一样。为什么要去三阶要讲了？因为最后这个是给人的动作，而且拖很久，还是有大问题吧？哈，一二三也一样哦 ，C 六一 ，C 四，哎 ，C 五二，然后 C 三三，最后要不要除？一二三不用除，好，划掉。然后要不要乘？要，因为最后要给人，所以三阶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也一样哈 ，C 六二 ，C 四二 ，C 二二，除以三阶，因为有三个一样。乘以三阶，为什么要乘以三阶？因为给人 A 慢，好不好？那最后把它相加起来，很容易混。这边很多东西要学，那怎么确定自己一定会？你们题目都写给看，写久了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好，加起来答案是，这是九十哦，上面是九十，下面这个是三百六，再来是九十，所以加起来答案是五百四十种，好不好？来，辛苦你了。我们今天教到这边哈，我们下次接着教。然后上今天有多讲三个补充的题目，你可以回去自己做做看。然后有新的，或者你觉得哎，老师我好像先知道答案，我可以先跟你讨论，然后告诉你做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那个夫妻坐船的问题，曾经有考过。可是这边不是就有上对句？对啊，曾经有考过啊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